开始吧。我去，穿这么多。先暂停，暂停一下。
你的手挡得太彻底了，对。线这个是怎么辨认方向？你至少要说一下。啊，是没方向，但是我跑灯开到这里，就连着这一点，就是我可能开个洞开哪里，它就在哪里就好了，其实没关系的。所以说，那你就要给它体现出来，要不然到时候客户也失踪的。我下次那个洞可以自己开的，这个是因为烟孔换个洞看不清的，也没有什么看到的关系。我拍视频的话，我会显得比较呆，要不然把好长的线搭在那边，有点傻傻的。这个线不要太长，线不能弄太长了。
酬。把它看能不能截到前面去，这里就这个我要截到这里，它这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，截灯。我操，你的脸挡住了，你的大脸。这然后这样子灯就亮了。你都没通电。叫人抬吧，你别打我呀，我操！再往外边移一点。这个最亮的，然后再可以，来插进去。对，差不多就是。